库尔斯克在俄罗斯的历史和现代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一、历史意义。库尔斯克以1943年的库尔斯克战役而闻名，这场战役是二战中最大规模的坦克战之一。苏联军队在这场战役中成功抵御了纳粹德国的进攻，标志着战争的转折点之一。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对于苏联的战略防御和进攻至关重要，并且极大地提升了苏联军队的士气。二、地理位置。库尔斯克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中南部，具有战略性的地理位置。它靠近俄罗斯的黑土区，这里以肥沃的土地著称，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地区。库尔斯克的地理位置也使其成为交通和物流的关键节点，连接着莫斯科、基辅和南部地区。三、经济发展。库尔斯克地区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工业基础而闻名，该地区拥有大量的铁矿石储备，是俄罗斯重要的采矿和冶金中心之一。此外，库尔斯克也是农业生产的核心区域，尤其以小麦、玉米和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而著称。四、文化与教育。库尔斯克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和教育中心，拥有多所高等教育机构和丰富的文化遗产。城市内有多处博物馆、历史遗迹和艺术中心，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丰富的文化体验。总之，库尔斯克的重要性体现在其历史贡献、地理优势、经济潜力以及文化影响力等多个方面。它不仅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关键区域之一，也是国家历史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